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CC 姐妹。我们今天呢，来到了零公里三务所 Zero Miles。对啊，是刚好在我们家附近这个永康吗？靠近永康金山南路、公园旁边这个公园超好玩的。I'm going to go first。我们来看看，他说是台北日式建筑保存最好的之一。我们去八柔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经过，就搭计程车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经过这。今天还蛮多人。对啊，很漂亮哦。我们来看看。真的零 km。哦，零 km。等一下，你们在这里拍一张照。很多人呢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好多人哦，要进去吗？这是以前传统日式建筑，很漂亮哎。哦，好。我们来进去走走。很多人在拍照。妹妹，我们从这里走走啊，这里有厕所啊，有厕所。哦，大家都在这里拍照。不知道可以干嘛？要干嘛？厕所看起来很漂亮。你们要去厕所吗？对。这些可能还在盖，应该不行啊，它还在修复。这就是日式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每次看那些日本的，我们之前医院也是要去的清田寺院，也是长这样，对。他们就是床啊，就收起来，然后每天晚上铺一铺水。类似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店是店哎，三菱制造，很漂亮哦。这个蚊子咬我。有人在拍照。预防森林小学堂。哦，这是 museum 哎，我们去看看。零 K， 啊，哇，他们在排队进去哦。人更快的，哦，他们是在排队进去。排队进馆，这边好多很漂亮的树跟草哈。你的鞋子尽量放在。好热好热的森林，森林火灾防救主题。我们要换一个拖鞋，这边要换拖鞋。换拖鞋，妹妹那边有小孩拖鞋啊？对，有一双小朋友的。你那个放回去。姐姐这里可以盖章哎、欸。这边可以盖那个。哇，我最爱盖章了。你可以盖纪念章。好，这个吗？好热好热的森林。好，谢谢。你要吗？阿姨说这可以拿，可以盖纪念章。哦，这里有。啊？我要盖全部的章。好玩吗？好玩。盖章。我盖的超漂亮。对。姐姐给我看你盖的。它盖的很好玩耶。姐姐给我看你盖的。你是不是少一个、啊？少这个。妹妹。你那个要吗？我要再重盖一个。给我看一看，哦，好可爱！我们去看看展览吧。它是介绍森林火灾哦。
游戏哦。哦，要跳到正确的地毯上哦。好 ，ready？ 他还没问问题啦，小姐。好，好，来开始。抽完的香烟。这个 ，Are you sure？ 随手收到烟灰袋。对了，好，下一个，放火整地时，放着不管，火会自己熄灭。设好防火线，确保安全。你说呢？设好防火线。是哦，我不可能自己熄灭。对啊。你慢慢玩，我先去看别的展览。在杂草旁边放生火，太恐怖了吧！杂草旁边没有对啊。我先去看别的哦，哈。这有个游戏啊，火从哪里来？你知道在台湾森林火灾97%都是因为人的因素，找出藏在树丛里的火苗，看看森林中的火都从哪里来。什么意思？你找找看，它底下吗？底下有吗？哎呦哎，吸烟，吸烟不慎。嗯，那其他呢？还有什么原因？这是什么？雷击等字。雷击哟、哦。那雷击不是人类、嗯。他只是说不同火灾的原因。山区活动用火、哦。这个是人类。像我们上次去在 camping 的时候有。有些人如果没有做好保护措施，民俗祭哦，清明节哦，好了，他是说为什么森林会有火灾的原因？姐姐有来盖房子，农垦烧垃圾了，长起来了，还有最后一个是因为蓄意纵火，还有这种蓄意纵火，太坏了，爸爸你蓄意纵火。这很简单，应该都会对。好，你 smile， 妹妹。好，妹妹 smile， 一二三。我们再去看看别间，妹妹走。手上有错，应该要随手。哦，姐姐也在玩你刚刚玩的。走，妹妹，哇，妹妹，你看这很像火。这是森林救火的装备耶，很酷哦，有测高感夏季工作服，无线电对讲机，森林保育署的林业保育署的制服，嗯，松树杉树的球果遇到热源，它会张开。张开是什么？哦，所以他说这遇到火，它就会散出来那个种子，所以森林火灾后那种子比较快长大。哦，那如果没有森林火灾，它就不会活了。应该也是会啦，只是它比较快。等一下，你可以玩糟糕火来了。我就不是一个神射手。糟糕火来了，赶快拿灭火枪哦，加油哦！可以要按一下按钮 ，Ready？ 在后面对下去。哎，你赶快，妹妹，你有对准吗？让我来，你们。妹妹要趁这边最佳距离，妹妹太近了，她感应不到后面。那好近，没关系。你碰她去。我是卡粉。
好快啦，21个而已哦。你们可以轮流看谁比较多，轮流谁现在先，你们要一起玩吗？妹妹后面一点。有啊，然后最后一个森林是我们的家，大家应该好好珍惜哦。没有，这边还有耶。哦，这边有纪念框什么什么的。哎，你们要穿当小小护管员吗？来，我帮你拿。姐姐，你要当小小护管员吗？我已经有一个玩笑。好，我来帮你拿。你要穿吗，姐姐？好像有点好笑。来呀、啊。然后你们可以拿着牌子，我帮你们拍照。好像有点好笑，等一下，我想试试那个。我也想穿，小小护管员。这好开心。不会啊，很可爱啊，上面写国家森林救火队。Well, everyone knows this is fake. Fake. You can pretend.你们要拿着牌子吗？这好多牌子哦。去那边，去刚刚那边去玩过照相。现在那边没有人吗？穿这个去那边过。你们要不要拿牌子照一张？都换好了。好，来 ，A A， 要 gentle 一点，不要把人家都弄坏。然后你这样子拿着，然后我站在这。好，我这样看不到图案啦。好，你们站着，站在那边我才看得到。哦，你那边有东西啊。要不然你们站这儿好了，这儿，这里妹妹，会不会太低了？啊，你要在这儿哦，这蛮可爱的、啊。你好会找。好来，两个 smile， 你们要穿着这个逛展览吗？好啊。国家森林救火队。好，让姐姐先，你们轮流。这样有比较快吗？妹妹，你要不要跟你的同事拍照？这个妹妹，你的同事这里。哎，姐姐，你的同事，好，好 ，ready， turn around， 姐姐，好 ，ready， 一二三。它可以印出来。I think 你可以自己印。好，开始，你选哪一个？那个很可爱啊，我们可以选两个。准备开始，你姐姐要一个人吗？你要一个人吗？没有啊。这样好吗？我们要看镜头。哦，好好，那我们自己先。等一下，我就不录影，来，然后我们来拍一张。我们照片组从来。哎，好，我帮你。四个人拍一张吗？啊，妹妹选这个火的，她想选火的。好，确定。好，爸爸。你们有看？你们都没在看。我有啊，是你没看好不好？我看了。重拍一张，你没看啊？镜头是这个。Ready? 我知道啊。我看了，爸爸为什么要念啊？哦，他要你要停，那就这样咯，我们来 QR code 一下。我要脱衣。啊，你们脱掉你们的森林保育员的制服，我们继续看看咯。我看对面餐厅，我们今天就不排了，感觉人太多了。我们就在旁边看看，你们等一下可以去公园玩咯。他这是在介绍金山南路这边的巷子。他说这边本来是那个三菱客的员工宿舍，哎，所以以前这里是宿舍。好了吗，姐姐妹妹？好了。Okay, let's go. 妹妹，我们走喽。
你先穿好，妈妈在外面哦。也太多人排队了吧？今天还礼拜五。先从外面看看，好像里面都是餐厅跟喝咖啡。哦，这是 bakery。哦，妹妹她有卖冰淇淋耶。哎、hey. ，哦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哦。没有，这有各种那种甜点。这是什么口味 ？It's 冰淇淋，哦，是。We also have gelatos. Oh, gelato. 你要吗？这是全球最少的糖，最少的成分，是用斑巴豆来做的，去找解。哦，豆奶。它是个斑巴豆。斑巴豆是个非洲的一个超级食物，因为它的不光只是蛋白质，你想试试看吗？好，是一定要草莓加铁观音？没有没有，你自己选。要不要两个铁观音，两个草莓，还是你要不要草莓？好，那我们就两个草莓好了，一份得来，对，一份。一份好，它里面是店，谢谢。这边不好意思，这边不能进去，不好意思，要往前面排队。我们看。所以这边有什么店？除了面包店，还有咖啡厅。咖啡厅，玄物，台湾的名产玄物。哦，通常这要排多久啊？可能要排一个小时吗？半个小时到半个小时。好好，我只是好奇说这样排到底要排多久。可以去拿了。耶！这是两个草莓，好可爱哦。咦，抹茶。嗯，好 ，smile。哎，你跟这个冰那个好了，好 ，ready， 一二三，谢谢啊 ，Let's go， 你要去公园，好吧，我们今天就用冰淇淋来结束，改天再来好了。时光啊，我爸爸说你走掉了，阿姨说周间人比较不多，我们下次你们礼拜三可以来。冰淇淋，你等一下，你吃完一球，再给姐姐吃一球。没有，那个融化。那你刚刚不在啊？妹妹，这家冰淇淋好吃吗？好吃，还有薄荷的。这个叫零公里商务所，这个地方好像还不错，但是我们今天就不排队了，下次周间再来。我们改去前面有一家荣景时光走一走好了。今天儿童节，那个花好看，还有个花园呢。好像很不错哈，妹妹你看，这有个花园。他们是到底怎么进去？他们就是排队进来啊，大家就在花园里享受着分多金哦。好美啊！下次我们再来啊。哦，他们现在也好漂亮哦。好，我们来到荣景时光。对啊，上面的花很美。这边比较没有那么急，所以我们来这边逛逛吧。没有没有，跟那个樱花 take a photo， 来，妹妹姐姐，妹妹姐姐 turn around 很漂亮。嘴巴擦一下。一，妹妹一二三。妹妹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这边咖啡桌边充足了。这里走得过去吗？哦，后面。我说我们走前面还能逛一下店，你这样子后面就什么都看不到。这是什么遗迹？为什么这里有台北监狱围墙的遗迹？那这是什么遗迹？刑务所历史步道铺面设计理念。哦，没有。这是上次我们有进来他们的游客服务中心。
他不喜欢吃。这里就有一块地。我们从这里穿过去。妹妹，你站那里好可爱哦。还是我们两个一起拍照。I don't think you can bring food inside. 好可爱哦，宠物店。好可爱哦。无需预售。你好可爱的宠物店。这是居酒屋。这是上次那个玩具店，妹妹，你把你的那个丢掉，不要带进去。你好可爱哦 ，teapot， 还有龙，这好好笑、哦。Window shopping， 这是卖包的。那前面好像是那个猪和服可以拍照的，这也是那个他的那遗迹吧，叫。本来在 seven 看说哪里跟七八寸的。三色丸子，这是又日本的，很可爱耶。这个是卖冰的。哦，抹茶冰那些。对啊，我们去日本都没有。你要去看吗？穿和服。我要赶紧去看。我们去日本，你们如果想要，下次可以啊。对。我是九月又要再去一次。对呀、啊。荣景时光。就是这个大榕树，好吧，你们去玩一下吧。以前台北刑务所。妹妹，你又在玩石头，不要全身都是石头回来哦。看我，去洗澡，那边可以洗澡。那粉很。那粉下让我手不要动。好，你们玩一玩吧。哇！来，妹妹。很难的，哇！哈哈。好，你再示范一次，我刚刚没看到。Ready？ 这个是什么？这个。行吗？爬到第三个。好，我知道，加油。手上有那个粉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嗯。怎么还有那第三个？好，我知道。好，姐姐，来，那样有比较好弄吗？来，零 KM 跟荣景时光，这样好玩吗？你有没有推荐什么给大家？荣景时光不好玩，然后呢，如果要来荣景时光的公园的话，你宁愿去那个零 KM 那里。妹妹，今天这样好玩吗？好玩。那你觉得你推荐什么给大家？那个荡秋千。哦，荡秋千。那个小 baby 的荡秋千。哦。你可以把你屁股举起来。Come here。哦，好。那荣景时光好玩还是那个零 KM？ 都好玩。
Okay. Show us what you can do. 还行吗？第三个可以吗？刚刚可以。好，加油！一、二、三 ，physical 100，还是插不上去。physical 100，加油！你用脚不算吧？好，我今天儿童节还有抽好礼耶，只要买100块就可以抽奖。我们要抽抽看吗？好啊，买个什么团子？三本屋团子，真的耶，2秒钟，三个团子先给你要吗？所以你们要，我想要一个。你要吃这个、哦？我想免费，我想圆的。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全部都白的。这个吗？它只有这个。全部都白的。这红豆，这抹茶，味噌，甜酱油，酱油跟海苔。那写这么好，我分三个装的。哦，好。我就是想吃白的。那白的就是这个三色团子吗？好的。海苔是有需要。哦，好，我们买了一个三色，一个海苔。姐姐的三色丸子，借我看一下。You want smile? Here, smile. 那你吃吃看，跟我说好吗？ Is it cold or is it hot? Cold. Cold. What flavor does it taste like? 没味道。白的，甜的，咸的。甜的。精油丸子。是甜奶咸的。甜。好吃吗？好甜哦，很甜哦。哦、OK。好苦哦。好苦哦。好 ，Let's try yours。直接给我吃一口看看是。那个三号，三号，三号，你先准备。OK， 我觉得还 OK 啊，就像有点像糯米团。还好没有超甜的啦。妹妹，你不是想吃白的吗？你吃姐姐的一口啊，可以吗？结果咧，一样吗？姐姐 ，I think it tastes the same。绿的可能不一样，我觉得。我帮你吃一口绿的，我看只是是不是同一个口味。不同口味抹茶，有点抹茶。I think that one is yours. Yours. 小心烫哦。Yours. 你说谢谢。好 ，smile. 好。尝尝看。可以试试看啊。你先吃啊。That's hot. That's heavy. 嗯，不会那么好吃。好吃。比姐姐的好吃吗？还是你觉得 so？我觉得它比较好吃，好，而且很多。你要加一口吗？姐姐，你把你的吃完了，你有点感冒。为了凑一百吗？你要买冰棒吗？会不会冷啊？这有冰果冰棒，有吗？我们看看喽。你好，是这里买冰棒是不是？哦，你很香哎！哇、哦，好可爱哦！啊，这个哈密瓜的好可爱。嗯，哈密瓜的百香果，哎，草莓的看起来也不错啊。那有百香果，我要百香果。是什么？哦，橘子，西瓜也很可爱啊。妹妹，你要什么？它有芒果。我要百香果。还有榴莲呢、欸，草莓里面有半颗的、欸。哇、wow, ，这个是哈密瓜，很可爱。还有西瓜，妹妹。
柳橙，那你要什么？百香果。我也要百香果。那就拿两个。要不然我们买不同。那你要什么不同的？赶快吧。还是你们要就是，我也想吃个西瓜了，但看你。你要哪一个妹妹选？啊，百香果。你要百香果。西瓜也。那你们要一个西瓜一个百香，这西瓜比较小就是的感觉。要把它拔掉。哦，它的绿的好像是柠檬哎。所以你们最后决定。我要百香果。百香果。那我草莓。你要草莓吗？等一下，我要有很多纸的那个。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很多纸的这个啊。哦，你要这个吗？妹妹。This? Is this so good?Yeah, that looks good. 那里面还有快克吃。你给爸爸嘞。好，走吧。我们等一下拿去，这样就可以抽奖了。拿着吗？等一下。Thank you.好，冰棒好吃还是丸子好吃？当然是冰棒，我拿了最多籽的那个，其他都没籽。这还有个甲虫秘境哎，姐姐。啊，这个就旁边的。哦，对啊。那这是松饼哎，还有甲虫冰淇淋哎，你看这好可爱哦，好多甲虫。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吃？百香果。哦，真的，草莓没有很好吃。你要不要跟甲虫拍一张？有点牛奶味。哦，来 ，It's more like strawberry ice cream. Ready? 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走。可以去抽奖了吧？抽奖应该在这儿吧？这是那个，这里面应该不能吃东西吧？你们吃完我们再进去吧。这个应该可以吧？抽奖。抽一个便宜哦，来，真可爱耶！然后你抽一个，你抽一个画画。哎，妹妹抽一个。那你要拍照吗？我可以拿下来给他。我拿一个，一个，多的，一个。不是，我想要那个画画。如果是磁吸的就好了。是啊。圆珠笔，圆珠笔。好，姐姐祝你中大奖。这个，哎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对，这是我。三号。我是谁？姐姐。你们先借我。阿唐还没有投票。不是啊。先借，再去拿。我去拿。I got that。没有。对啊。哎，这个。对。所以它是拇指青。哇。哇哦。这100块。好棒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那个很棒哎，很漂亮哎，我看哦，你看，好好哦，哇，你叫姐姐借你，啊，谢谢，姐姐来开箱一下刚刚抽到的，袋子就是一个白色的，然后上面写人物简介，后面还有一个小龙，很可爱，然后提着一个小灯笼在上面，就是一个，然后写生花东西。哦，很不错哎，他还有给手指套，可是插琴的，很可爱哎，有21个键，哦，打开呢，最 exciting， 哇，可以赶快，万一等一下被抽完了，嗯，等一下，你先把冰棒吃掉。嗯，看起来很不错哦。我的 headband 呢？精致哎。我的 headband 呢？我数到25。在我包包里。哦，你很棒哎，今天运气不错哦。好，那你收起来吧，我们回家了。妹妹，你的圆珠笔也不错啊。我借你了。姐姐借你玩啦。我们不用两个。好。哎，那我魔方可以跟你交换吗？那你们今天好玩吗？铅笔。你们今天好玩吗？啊，好不好玩？觉得今天什么东西最好玩？姐姐，抽奖。你觉得比公园好玩吗？我想抽奖跟吃冰棒。那你们推荐？公园吃冰棒抽奖。那你们推荐什么给大家？嗯，全部。全部哦，好吧，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。推荐你们大家买冰棒，很好吃。好，拜拜。帮忙按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、随时追踪、续片啊！拜拜，拜拜。